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这个骨头啊，大家对它的一个想法、大概就是硬邦邦的，好像就是这样子。这个整个长长的假如说用就是四肢的骨头来看的话，长长的，那么里面呢、大概有点空间了、其实啊，这里面的乾坤呢、也让人家叹为观止，因为几米多几寸啊，我们要长大。这个靠的是骨头也要拉长啊，如果原来就定型了，那我们就不可能长大。可是它要长大的过程中怎么把它抽高啊，事实上我们有生长板在这个长骨的两端这个地方啊，然后它就会产生新的一个骨头啊，好像就这样子从这样的一个生长板往两端的地方让它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啊，这个是长大的时候需要来使用。那么它除了这样的一个用途以外，还有多重的一个使用啊。这个里面也可以制造骨水，变成骨水啊，制造红血球啊，这个我们的一个血球的一个制造中心啊。所以这个硬邦邦的里面呢、其实是蛮温柔的，蛮有很多的内涵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骨头，不要有自私的想法。看到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竹子一样啊，也是中空，但是呢有那样的一个结在中间的一个地方，使得它能够承受起那样的一个重量啊，然后可以非常正直的把它的人格显现出来，似乎跟这个也可以做呼应啊。好，我们再请教大家，我们知道这个骨髓是制造红血球的中心啊，那么破坏红血球需不需要破坏？要，太旧换新。那么它是在哪里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我们待会跟大家报告。那么提到这个之前啊，我们先请大家想一下镜子啊，您对镜子的一个想法大概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揽镜制造啊，结果发现哇，魔镜是谁是世界最美丽的人啊？他当然跟你讲的答案你自己会想象，然后照起来果真是曲线窈窕，然后看起来风姿这个好像那样的一个容光焕发那样的一个感觉，镜子给你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子。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有没有另类的镜子呢？照出来是里外不是人呢？这个很特殊的镜子啊，这不是镜子特殊，是因为这位画家特殊啊。这位画家是比利时的一个画家，20世纪的画家，叫玛格丽特，有一点点超现实，一个想法上让你啊，这个好像很神奇啊，但是又有点点荒谬，有点不可预期啊，然后又有点点出乎你想象之外的那样的一个寻常事物啊。哎，镜子，我们正常照镜子不就照个脸吗？怎么把背影照出来了？这个镜子显然不是一般的镜子啊，更重要的，它是用这样的意象来给我们做一些好像你突然间碰到这个影像的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解释，那脑里面就会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怎么去把它合理化，做这样的一个解读啊，这才是背后他希望去呈现的东西啊。看到镜子到底是真的能照见你呢，还是只是另外一个假象呢？也可以这样去想呢。所以等等的不同的一个这个想法，在他的一个画作里面有这种很特殊的呈现。好，刚刚是镜子啊，好，您想到火车，大概是怎么样？应该就是这样子啊，是蒸汽火车，这也是他画的蒸汽火车。这个火车是在这里没错，但是他把这一幅画下的标的名字叫做“时光之剑刺穿了我们”啊，刺穿了我们。这个怎么去刺穿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受可以呈现出来？他就把这个东西啊做一个结合，这是火车。可是这是壁炉，壁炉有烟囱啊，这个火炉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好像烟囱飘出那样的一个缕缕青烟啊，代表着就是长久历史以来人类在这个地方啊安居乐业的一个景象。可是这个蒸汽火车又似乎从那样的一个缓慢步调中啊，脱缰而出啊，直指我们而来啊，似乎可以把我们吞噬或者刺穿我们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里又有一个时钟摆在这里，所以几个很平常的一个东西，但是塑造出一个形塑出这样的一个影像出来，一个意象出来，就是时间它是这样的一个不留情啊，或者是说时间的一个轨迹啊是这么样的啊，你不可捉摸啊，有静的有动的，有的似乎无声无息的，
就在这个画作中可以呈现。好，他说，他画这一幅画，这是一幅画，这幅画他原来是给一个买主啊，他要装饰他家里面，他跟他建议说，这幅画最好是挂在哪里？他说最好是挂在这个楼梯啊，这当然是比较残败的一个景象啊。假设这是一个比较这个富丽堂皇的这样的一个人家，那么要走上这样的一个这个旋转步道以后，到达上面，那这个最好是挂在这个旁边，这个比较低这个地方。那你在走这个过程中，发现那时间之箭呐，时时不断的这个指向我们啊，有提醒的作用啊。不过那个买主啊，最后决定把它挂在哪里，还是挂在壁炉上面啊。这个比较跟他那个壁炉做一个辉映的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再回到刚刚讲这个。这个是凸出来啊，火车啊，好像从这个壁炉里面凸出来。我们跟大家谈一个50多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她摸到一个东西凸出来，是在肚子这个地方啊，肚子这个地方啊，她本身一般的一个状况是还好，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不舒服啊，这个肚子偶尔就是一般人这样的，有时候是会不舒服，可是怪怪的。这个自己摸到一个东西以后啊，再去做检查，那结果给他做了一些电脑断层的一个检查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这个腹部这个地方，这是肝脏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相对就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啊，这是肝脏，这是脾脏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脾脏这个地方不对，怎么大到变这么大？这是正常的一个脾脏大小是小小的，一个拳头以下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变得这么大。而且你隐约之间，这里面似乎啊，这个黑白的这个色调跟正常是不一样，这是整个变成一个肿瘤啊，脾脏变肿瘤啊，这是蛮恐怖的这个景象。而更恐怖的是，它竟然没有什么症状，只有摸起来有点怪怪的。结果做电脑断层以后，我们可以量它的一个这个长直径啊，是已经将近12公分了，所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肿瘤啊。那这个我们从正面来看的时候，这是正面看，这是肝脏，就是这个已经变成跟肝脏约略一般大小的这样的一个脾脏啊。所以它正常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情形啊，变成这么正常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它变成这么大的这个肿瘤在那个地方啊，那这怎么办呢？这个脾脏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出血的，所以还是要靠一般外科的医师啊，把它拿下来。我这一看，哇，蛮恐怖的这个状况啊，给做切片的检查，这个发现是一个淋巴瘤啊，所以是非常罕见的，但是还是需要做化学治疗的话，可以得到很好治疗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脾脏这个大家对他的观念总觉得这是开脾啊、开胃的一个东西啊，事实上跟这个胃口啊、跟消化扯不上关系啊，它跟免疫还有跟这个红血球的这个血球的一些破坏，就是血球红血球它有一定的一个寿命啊，这个寿命到了以后，他觉得在经过这个脾脏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血管的那样的一个空间啊，那么红血球在那个地方，它会做品质筛选的这个动作，不好的它就把它汰旧换新了，那这个这样才能够生生不息啊。所以刚刚问您的一个问题啊，骨髓制造红血球，破坏红血球的地方是脾脏，所以如果有一些肝硬化的病人啊，他脾脏功能变大，因为血流改道的一个关系啊，他也会破坏红血球，也会破坏白血球，使得他的白血球数目比较低啊，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液循环有很大一部分会到脾脏这个地方来，所以如果做脾脏切除啊，当然不太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啊，有时候年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到免疫力的一个问题啊。好，提到玛格丽特，刚刚那位画家，他也像这个画中有画，有深层的一个哲理，有时候也可以感受得到，到底我们触摸东西，它的影像呈现是在哪里呢？我们但是做任何的事情啊，大概都不要只看到这个表象啊，心里的感受永远是最重要的。感谢你的收看，再会。